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地球上的许多研发的大型武器，那些碎片正在被吸收重组，来不及阻止它了。不，过去的已然过去，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我们。没错，看看谁的拳头更硬。先把动车侠带回地球。是。 你们敢称呼我为要塞掠夺？有了自己的身体，连呼吸都那么顺畅。啊！接下来我该舒展筋骨了。赶快启动超光速飞行！ 最后的挣扎，我们已经进入热层了。完了，已经变成火球了。危险，减速，打破，开启透视眼。你们看，摩擦热对它没用，因为它的表面有一层能量保护。 向动车侠致敬，其他动车侠正在阻止要塞掠夺着陆，我们也不能闲着。是，我们都会平安无事的。喂，你们加油，解决它！ 动车侠的攻击都显示无效，他的表面有地球支援的能量波保护，加上防御程序飞速运转，毫无破绽。涛，他距离地球表面只有50千米了，为什么要塞掠夺还不发动攻击？他不会轻易浪费自己的能量，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地球支援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下命令吧。我同意。 开启保护罩，发布红色预警。是。
太危险了！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。嘿，古老的太极拳即将释放新时代的力量。局长，肖同学的所有动车，你全部出动。这还不够，调动城市所有车辆，协助居民前往避难所。局长，你看，动车人也来帮忙了。真是太好了！小心炮火波及动车侠！明白。快离开这里！没用的，连我的铁拳都飞了。动车侠了解。先把你们送回动力实验室，我再去。芳芳，你……我死死地护住了脸，应该还完美吧？你的脸是很完美，可是……放心，机械大师会把你修复得更完美。我们看。万一要塞掠夺发动攻击就麻烦了，我们得去帮忙。你们回去，我和玉兔去。不行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承受了。还有两分钟，要塞掠夺就能进入保护罩的范围内了。大飞，加快保护罩的能量供给，已经是最大限度了。动车侠，我请你们看车道。你住手！你说的是哪只手？可恶！得想办法阻止他。既然分散攻击不行，就把火力集中起来。冰激凌的能量还在。人类还是有点小聪明。可惜动车侠不堪一击。去死吧！现在需要暂时撤退，取得对策。撤退也需要勇气。虽然我已经被散架了，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好，能源中枢告急。大飞，动车人那边进展情况？伏击城的地球支援输送过来了。要塞掠夺会率先冲过拳馆，为什么不要？耍了我们半天，也该我们耍耍他了。集中火力，争取时间。现在就让你们死，太可惜了。大
言不惭，你是没本事记住我们。连我这个柴油机都比你移动快，我回老家再练练去。丢人现眼！一怒会让我失去理智。可恶！小丑掠夺，你是烂铁，太脆弱了。我看你啊，就是纸老虎，外强中干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去死！快释放地球之人！守护和平，动车侠出击！来！好，地球之源是动车侠的命啊！快，加快能量转换速度！已经达到最大极限了。牺牲是值得的。保护罩怕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能量攻击。快看这些数据，最初的防御指数只有60%，可惜只有十几秒的时间。我们要在这基础上做出突破。不好，它要发射了。攻击，跳跳怎么办？战斗不仅是兵戎相见，更重要的是计谋。还记得《孙子兵法》吗？我们必须要反客为主，才能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只是，只要有勇气和决心，我们就能获胜。对，我们不怕。快说，跳跳！大家动作快点，趁要塞掠夺蓄能。尽快修复被攻击的地方，防御力减弱了70%，来不及了。妈妈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。准备开启出口。小玉兔，靠你了！小心呢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可能要塞掠夺体内有信号干扰装置。呼叫玉兔，听到请回答。不能再等他了，必须马上实施第二个计划。不行，小玉兔会和要塞掠夺一起消失的。有战斗就会有牺牲，战机转瞬即逝，我们要顾全大局。小玉兔是天下最机灵的侦察兵，要相信你的队友。
吧。把保护罩上的地球之源输送到动车侠身上，进行实时能量转换，变成可以攻击的能量武器。真有你的，跳跳。别让跳跳分心。马上要发射了，三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动车人来支援了。他们是世界最快的磁悬浮列车，时速可达1200公里。别废话了，快打开出口。我来助你们隐蔽之力，正需要你们。好啊，年轻人，有前途，我为你们骄傲。竟然能穿透磁力波，这是又升级了吗？用来缩头乌龟这套把戏，我来对付他。火眼金睛，黄金铠甲，放掉他，疼死我了！但是休想靠近半步！消息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总之是胜利了，胜利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胜利了，胜利了，干得真漂亮！不可能是玉兔，干得漂亮！星空，难道是你？